那就这样了，基本情况已经了解了，好不好？不耽误二位时间了。好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好，你们二位费心了。客气，合作愉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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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先走了，慢走。吃了吗？一起啊。我有点事儿，自己吃吧。这些全都发完了吗？发完了。来，给你钱。谢谢。咱们快点过去吧，别迟到了。走。走啊，我请你去看电影，怎么样啊？去不去啊？哎，快快快，快点快点，去哪儿酒吧？快点！对啊，走啊！咱去哪儿酒吧啊？找地方吧，走走走，走吧。买点热乎的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姐姐。姐姐，不谢不谢。啊，好啊。宝宝睡觉觉。这五块钱我买了，谢谢啊。啊，刘远。哎，这什么？礼物。谁送的？不好说。这有什么不好说的？那你要不说我就不要。哎。你去看你那手，虽然这有点旧了，拿去用用，说不定有什么效果呢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来找奥利维亚是，能不能麻烦你一件事？哎，你说，帮我把这个东西转交给他。这个是冻疮膏，冻疮虽然不是什么大病，可又痛又痒，晚上连觉都睡不好。这个是我刚从国外带回来的，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在家也是浪费，所以就带过来给他。可是那个奥利维亚和她男朋友已经和好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行吧。哎，不用告诉他是我带过来的。嗯。谁送你不说，还让我用，神神秘秘。那就当我送的吧。那我问一块钱。好，谢谢。嗯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我阿姨，快快别走了，没进来呢。怎么是你呀？你怎么还没走？我买的明天早上的票才走。明天早上的票？那你今天晚上？我这可是封门了。我就住一晚，我明天早上一定走。那怎么行？不行不行，你还是走吧。不是，阿姨，我就一张床就行，而且我现在要是出去，酒店肯定没房了，那网吧也都肯定关门了。嗨，这不是我不让你住，这学校有规定。再说了，我就是放你进去也没用，今天晚上开始这宿舍可就断电了。哎呀，我阿姨。看在咱们平时那么好的份上，你就让我再住一晚，我明天一定走。你今天晚上要是不让我进去住，我不就露宿街头喝西北风了吗？等，好不好嘛？行，我给你开，给你开，好吧？哦，
那什么，明天早上走的时候啊，你可千万把你们屋的那个门窗都检查一遍，都关好了。好，知道吧？好，走的时候把这个交到门卫室。好嘞，放心吧。好，赶紧进去歇着吧。好嘞，拜拜，拜拜，阿姨。哎，我来给您关。好，田小姐吗？我是快捷便利店的，五分钟之后到你们宿舍楼下，您能下来拿吗？外卖。对。啊，谢谢。白天给你打电话，听见你牙齿都打颤了，才想起来今天清宿舍，没电没暖，冻坏了吧？怕你连饭都不按时吃，下次不许瞒着我，缺什么告诉我。喂，小小，白天冻坏了吧？现在暖和点了吧？谢谢你的贴心。你那边怎么了？哎，别提了，我弟非得让我陪他去放烟花，哎，还有奶，竟然还把我当成小孩，给我包红包，那不是挺好的吗？哎，小小，我看到天上有一颗星星，特别亮，像你的眼睛，你能看见吗？看到了。小小，我想你了。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儿，我们永远都不分开，永远都要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好。你累了？啊，不累。话都说不动了，还不累呢？要不你早点休息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唱首歌哄你睡觉。好呀。多完美的一对，还是说自以为，傻瓜里盖了脆，代价也许昂贵，什么时候你敢追？故事的结尾。我忘词了，是不是唱太难听了？在这孤寂的冬夜，他用走调的歌声为我带来了欢笑，原本冰冷的空气好像也一下子变得温暖起来。